看他剩了一点，赶紧把你那个肉肉给吃掉，马奇多，把你那个肉肉吃掉。哎呀，别撒娇了，去吃你那个肉肉，去吃，去吃肉肉，乖乖，吃肉肉，肉肉呢？你吃的是啥肉？又不开心了，他吃的是啥肉啊姐？他吃的鸡肉啊，然后那个的时候剩下那个给他弄了一点，给他剩鸡肉味道嘞。他不吃，他不吃，他是不吃，他吃的鸡肉。你还有白蟹嘞，咦，给他。鸡肉吃完。对，那剩的那个是羊肉啊，他不吃，他剩的那个让他熟悉熟悉以后给他换成羊肉，他不理。人家都是啥都吃，马奇朵是，你看这个羊肉他看都不看，把肉肉拿过来，朵朵，把肉肉去拿过来，乖乖，我看看那是啥肉。这最近的话，他们都要换成羊肉了，他们是羊肉，还有鸡肉、猪肉都是来回吃，还生气呢。你看，剩那个肉，剩了一块肉，朵朵，朵朵，把你那个肉肉拿过来呀。凶啥？给羊肉就凶。给鸡肉然后就不凶，你鸡肉都吃饱啦。他偏食，奶妈姐姐说他偏食，跟小孩一样偏食偏的厉害啊。就在说呢，又在跟我们说，可能是去把你那个肉肉拿过来我看看，去把肉肉拿过来我看看。朵朵，打你屁股了，打你屁股了，打你屁股了，把肉肉拿过来我看看。这边给我看看爷、yeah, 看他拿的那个还是不吃，这个是羊肉，姐姐顺便他吃过了，这是另外给他，看拿着那个肉在这边甩过来甩过去，他就是不吃，这边玩。不是他的正餐，他吃过了，他吃，姐姐说他吃饱了，只是别人剩了一点点，让他熟悉熟悉这个羊肉的味道，不是他不怎么喜欢吃羊肉嘛，就先让他熟悉熟悉啊。他已经，姐姐说他已经是偏食了，他就跟那个小孩一样，小孩子不也是嘛，小孩子就特别喜欢吃汉堡，就是那种挑食，挑食的严重。马奇朵还任性还挑食，脾气还大，嘎嘣脆吃的，这么小一点那个牙齿就很厉害，就吃的嘎嘣嘎嘣的，那个骨头，耶、yeah, ！我感觉马奇朵要长大很多，从他吃羊肉，他可能要吃羊肉开始，我就感觉他已经长大了，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住的小宝宝了。直接羊肉吧。嗯。贴贴。呀，嘎嘣嘎嘣，你们看吃的这个声音，耶、yeah, ！竟然吃了这个。先吃了，这啥猫咪啊？这个是金渐层大号，东北金渐层，大号。他现在还小，他没有多少力量的。他不是不爱吃，不知道呀。今天咋吃了？今天是不是我们劝了劝他呀？大号加大号 ，plus 对，金渐层 plus pro max。一边又希望他能健康成长，一边又希望他长得慢一点。看不了几个月了，再过不到一段时间的话就去散养去了。也吃完了，今天竟然吃完了这个肉。